瘤子是比固体的容易呛到的，所以更危险。更危险。像这个浓稠度的话，就可以给家里的长辈。比我想象中浓很多哎，这个是会训练肺活量吧？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减少法令纹。啊，真的？赶快再吹两口。周休二日，Go 心配，晚间九点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